朝廷发放的赈灾银怎么还不下来呀？是啊，你说这么久了，连个影儿都没见着。我丢一下路啊！是啊，这是不给我们活路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这该怎么办？来，你的。哎，谢谢，来，哎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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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
赈灾引果然不是被大水冲走，是有人从中作梗。等去了商州，想必就能查看得清楚了。公子，这镇上的大夫大都被召去了商州，剩下的几个也在照看重疾的病患。 知晓我不是所谓的姐姐，会不会生气呢？谁啊？蝴蝶兰香的味道，是姐姐吧？啊！哦，我知道我为什么不舒服了。 这几日风餐露宿，日子都乱了，什么都没准备。哎，你有没有月事大？公子。 公子，何善，你知道有没有卖？卖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是不是带了两件没穿过的新衣？是啊，公子。拿来，然后问店家有没有干净的棉花，如果没有。 就去外面找人买压箱底的新棉衣。啊，对了，再找一套针线来。是公子，这些都找齐后，是给谁？给我。